我看这里，这里他说哈、哦，把相邻的两竖哈、哦、相加哈、哦，将答案填入下方的空格中呢、啊。那么他问什么呢？问说这三个空格呢是多少？这里有个范例啊，就负二加一的话是负一嘛。哦，那一加四是五，那五加负一是四。哦，这是范例。那现在问题是说要填这三个。这三个怎么填呢？这个我另它叫做 x 好了。那如果这个是 x 的话，这个就多少？就是 x 减7呀、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就是 x 加31。那这两个数加起来就是8，那我就可以立方程式 x 减7加 x 加31等于是8。那 x 我就可以算出来，2x 等于多少？等于是八减多少？哎，是八加七呀，减31。18加7是25，25。那25减31，哦，就是31减25，6，所以是负6。好，2x 等于负6，那加 x 等于多少？x 哈就等于负3了，好啊，所以这个空格是负3，那负3加负7就负10，负3加31，31减3嘛，8，28，这个空格是28，我这样就填完了。